这些观众，以及咱这些观众，咱的这个大庭，非常的感谢。咱各位是不是来自永春街的火车？来欢迎咱的婚礼官，咱的观众张北先，谢谢。谢谢，啊，咱要准备团拜，啊，有人吼，啊，准备点香会。员，啊，搁咱的舵主，甲咱的林金议员，啊，林建宏议员，啊，陈宏吉阿东啊，甲咱苏，咱的中国国民党，咱的中央委员，咱的吴美霞请就位。来，请脱帽，暂停收礼。请红袖，立根思量，天地开疆，中华民国开国111年，福历正月初一，天君赐福辛丑年，农历11月29日，恭祝白了天庭金富江，甲祖进香太安庄10周年。祈福要紧，大展千秋。由婚姻官官长张丽天，立法委员林文水，乡长蔡永坤，长子吴文泰，主任委员洪建楚，今年路主林文华，议员林清。林建宏议员，以及罗哈蒋先生大家参拜礼，吉祥香，祈求风调雨顺、福泰民安、发展经济、事事有灾，再上香，再祈求神威显赫，祈求罗哈蒋先生。合敬平安，五谷丰收，六畜兴旺，祖龙共享，百业兴旺，三上香，再祈求。来，别站起啊！永续方舟，与您先行，赞！赞！Yeah!